凝固是能凝固，凝固的慢。还用加那个什么吧？还用加那个就是那个叫防冻液、防冻剂。我们这里不加。不加啊。在隔离剂。老刘啊，忘了，情绪机器。哦，那我睡觉了，哎，好。他怎么湿啊？越来越漂亮了。啊？他越来越漂亮了，不赖你了呀。嗯。
收低一点是吧？这个车的。哎。那头是个带支撑的是吧？哪个？不能压上，这底下这个不能压上。压上就得进槽。里边这个路能看到槽吗？能。钢筋他妈都在槽里边吗？它在槽里头就切了一块嘛，离地上这么高嘛。哦。拍一下怎么用啊？拍一下怎么用啊？今天太冷了，你们都休息啊？啊？你们都休息啊？今天太冷了。哎，今天太冷了，你干，太冷了。
这么来的？电板这个机箱都有带的是吧？都带着，都有。我最上访问那个国经理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，这个撑的这个撑板，这个板子可能带的不够，多带点。多带啊？就多带点。到那个地方他们也不会坐是吧？这个撑板。这一趟就用两个啊，它和厚度不一样是吧？一样吗？这个厚度啊，一般的底下这个厚，底下的厚。底下那个是2公分的，它这是4层筋，它的钢筋多，你打那个柱子用不到钢筋，用4根钢筋。主要是看这个筋进不进槽。